罗德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慢点。好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是不是不想活了？长这么胖在这等路，还有你俩，黑了。他要去哪儿？他要上天。但是他，这武器怎么了呀呀呀？这个说来话长，当时那枚导弹离我的头只有0.01公分。哇，导弹是什么？呀呀呀呀！气死我了，上才艺！哎。